想上学。乖宝贝，妈妈好不容易给你攒够学费，兰丽可不能辜负了妈妈的期望啊。那兰丽今天过生日，放学回来妈妈给你礼物好不好？妈妈，我们什么时候移民去太空啊？傻丫头，那是兰丽长大之后的事了。只有好好读书，将来才能离开这个地方，记住了吗？嗯。好了，快去上学吧，妈妈在这等你回来。黑洞会不会真的经过地球？有多少人能顺利撤离？我们就此采访了国家航天部赵部长。有没有搞错啊？现在是什么情况？能不能撤得完还不知道，各方正在研究对策。航天部已经开始建造太空巡洋舰，太空殖民地明年也要开工，10到15年之内，地球暂时还是可以居住的。我们也会尽最大的努力，确保大多数人能够安全撤离。拿好，别掉了，小心烫。小姑娘，过来。对，就是你，过来，过来，来。看了半个小时了都，拿着吃吧，送给你了。好了，回去吧。这是给妈妈的。赵部长，这种小事儿还麻烦您亲自来一趟，实在是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。哎，偏偏撞死个站街的，也没法走正规程序，你们也不用继续追查下去了，到时候移民的时候我尽量跟你们安排一下吧。哎，谢谢您，我们一定妥善处理。今天领导在不方便，明天再说吧。这个呀，是赵部长给你的6000块钱的生活费，拿着吧。你母亲的职业不受法律保护，我们也是没有办法。这个好像是你妈妈留给你的东西，打开看看吧。哼，上课不好好听讲，开班会也心不在焉的，那个破玩意儿能带你上天呢？你母亲是做什么工作的呀？你也知道，这种事情会损害学校的名誉，你以后不要来上学了。兰丽一定很不甘心吧？明明什么也没有做错。哦，抱歉，我实在看不下去了。我叫露露，是带你上天堂的使者。骗人！啊，兰丽，这是你的东西吗？我暂时还没有翅膀，只能用这个太空舱将就一下啦。这个东西真的能去天堂吗？当然呀，闭上眼睛，不要放开我的手。兰丽相信天使吗？时候明明是很
好的呀。嗯，骗人。这破东西怎么能飞得起来？只有小孩子才相信天使。我真的是天使吗？不信我飞一个给你看看。是天使的话，为什么头上没有光环，背上也没有翅膀呢？因为我还在实习啊。如果能护送兰丽去天堂的话，说不定就能得到翅膀呢。可是我一进去就飞不起来，不是吗？大概是因为兰丽心中承受着仇恨和痛苦吧。那么重的灵魂，是上不了天堂的。兰丽。我本来也是要来这个世界上生活的，但是我没那么幸运，还没出生就死了。天使的翅膀是他活着时候的记忆，我根本没活过。兰丽不跟我去天堂了吗？兰丽的妈妈不就是死在他们手里吗？兰丽也要跟他们走吗？地球再过10年就要完了，当上军官的话，说不定可以跟着舰队离开，在这里待着只能等死。兰丽，我们再试一次好不好？不要变成坏人，我一定有办法带你去天堂。妈妈，兰丽相信天使吗？骗人！兰丽这样和妈妈不就一样了吗？兰丽看到了吗？我真的是天使哦。进来。兰丽少校，直升机已经按您的要求准备好了。梁将军，兰丽少校，你们二位是负责安保的指挥官，没错吧？没错，赵部长。时间紧迫，我就直说了，有人愿意出天价买400张明天的船票，但是客舱和货舱早就满了，你们看看能不能腾出150间客舱。我反对。没有其他选择了，今天晚上客舱必须腾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船票已经卖出去了。这是赵部长给你的6000万，拿着吧。不容易啊，等这一天等了10年。兰丽，我知道你下不去手，那件事就交给我来办吧。在公正的时代到来之前，我们必须暂时放下理想，你觉得呢？兰丽，你还记得吗？你母亲活着的时候，最大的愿望就是给你买一张船票，可不能辜负了你妈妈的希望啊。那些我早就不在乎了，就是有一件很久以前的事，我一直放不下。部长，刚刚接到兰丽少校汇报，直升机已经准备好了，少校本人正在楼顶等候。这个小丫头也算是我看着长起来的了。另外那件事怎么样了？资金已经到账了，老梁那边正在清空客舱。很好，最后这两天千万别出幺蛾子。
以前这楼顶都是有风的，妈的，现在啥也感觉不到。现在感觉到了，我不要你的六千万，太空移民我也不去了，我要去找一个老朋友，他能带我去一个更好的地方。十几年来，我一直在找他，可是他再也没有出现过。我把我的朋友弄丢了。你不要冲动，我可以保证你的儿子安全。不，我现在知道他在哪儿了。要是活下来，应该跟你差不多大了。她本来应该是你妹妹，同父不同母。那时候你母亲只有18岁。那天我过生日喝多了，她死我也想不到，你母亲会选择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。为了凑够给你买船票的钱，她去干了那种职业。后来我结婚了，我老婆怀上你妹妹，那时候我跟他被派去勘探殖民地，他的飞船出事了，你妹妹还没出生就死了。我回来的时候才知道你母亲已经，你也不再上学了，托赵部长帮忙我才找到你。那天我终于见到你的时候，我觉得你就是下凡尘世的天使。我得走了，在天堂要是见到他们的话，记得替我问声好。露露，我走了，这个送给你，谢谢你帮我找回来。露露，人死了以后就能上天堂吗？兰丽，还是好好活下去吧，离开这里好好生活，兰丽长大以后一定又高大又漂亮。兰丽，再见。怎么回来了？不跟他们去移民了吗？
我现在不用他也能带你走了。兰丽还要做吗？闭上眼睛，不要放开我的手。兰丽还记得小时候的事啊。兰丽，准备起飞了哟。